我们刚刚有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剪贴的效果。我刚刚用叫 Snip Paste， 哦 ，Snip Paste， 只是我常常会搭配这个 Pick Pick， 因为你如果要做更多的影像处理，可以用它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先用这个 Snip Paste。这个软体呢，一样的有放在我们刚刚这个里面，在哪里 ？S 开头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打开，一样有两个版本，看各位用哪一个。点开，里面只有一个执行档。迪迦，你先执行看看好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刚刚已经确定过各位的电脑都可以执行这个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平常我们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辅助之下，至少 Windows 内建有个叫 Print Screen， 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按那个，有一个小缺点，它是真的抓全萤幕，所以连下面是不是都抓到？你可以搭配一个快速键，比如说，哎，我想要抓这个画面就好，这个视窗有没有？你就按键盘上的 Alt Alt 加上 Print Screen， 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把它贴出来了，啊，没有，我这边没有抓到，但是在这里应该有。好，这里，哎，没有抓到 ，Alt 加上 Print Screen 就好了。这个时候它抓的就是所谓的作用中视窗，在这里。好，我把它贴出来一下，你看有没有只抓这一块？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哦，你们不能贴出来。对，要执行刚刚的软体之后才可以贴出来。哎，来，所以你如果没有任何软体，至少你要会搭配那个 AOT， 不要每次都拿到小画家再切。这样有辱 Windows。其实 Windows 7之后，它也有一个剪贴的工具。哎，你看，咱改放你家剪取工具有无？这个各位有用过吗？也是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它功能没有那么多，但至少比刚刚的 Print Screen 好用多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还有更多，怎么办？刚刚呢，各位你已经把这个就是软体已经执行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它在这边一样。你看我滑过去，有没有看到它的快速键是什么 ？F1 对不对？就是截取。那如果你要贴图，所以你知道我刚怎么贴出来的，我按 F3， 就是我剪贴簿上的内容，我要贴出来就 F3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如果呢你想要抓哪一个范围，好，这里唱到明天会更好的，1985年的，你如果跟我一样有印象的，我们是同一个年代，这个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吧。好，我按一下 F1， 有没有发现我已经进入截取模式了？你看我移到某一个范围，它是不是就自动选那个范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没有选到，因为它现在选到的是全部嘛，没有关系，按住滑鼠拖移就好了。有没有可以选一个范围起来了？好，但是一般的截取软体到这边，你放开滑鼠之后，是不是就确定那个范围了？有些人就是这样没有抓好范围，没关系，这个软体有个好处，可以再调一下，有没有？当你放开之后，我是不是可以再稍微调一下？这是它的优点。第二个，你看下面有没有一些工具列？好，点到这个，可以涂这个。好，我觉得这样一画啊不够粗，用滚轮，有没有变粗一点？往前往后，这样了解？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看你的范围在哪边，只要还在框，就是画的范围，我就可以这样。好，这里呢箭头，平常是这个，这样丑丑的，对不对？一样滚轮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，因为这样有大有小，有没有？滚轮变大，滚轮变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好用的地方。当然，你说用这个马赛克，这个应该都没问题啦。哦，一样滚轮，有没有马赛克大一点？可以打字，点到它，通常我这个都会两个都会按下去，也就是说，你看我打一下。有没有哇？有一个外框，好，那打完之后一样，字要变大、放大、缩小、移动、旋转，这上面没问题的。好、哦，好的，你就可以做三件事情：第一个，直接复制到剪贴簿；第二个，储存，这个标准的。但是呢，我喜欢它第三个功能，图钉。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是要抓图，我是要比对资料，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搭配图钉，当我按下去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变成像好像我们的叫做便利贴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只用便利贴拍谁，这样还不够，因为这样太大颗了，是不是挡到别人？滚轮有没有可以缩小一点？先放旁边，等到我要的时候再来。其实我平常最常用，你知道是什么功能吗？就是这个功能，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上网买东西，要不要比对一下它汇款账号？或者我资料要比对一下啊，刚刚那文件你是不是老是这样切过去切过来，眼睛都花掉了？你就把它抓起来啊，我要记得这件事情。 F1 就给它看一下啊，我们刚刚在讲这边钉起来，反正不用存嘛，缩小，你来这边再怎么样，是不是就可以 比对一下？你也可以滚轮放大一点啊，这不是看得很方便吗？对吧？好，那请问你下次开机会不会在？还会在呢。对呀、啊，只要你没有把它关掉的话，下次开机还会在。这样还不错吧？好，所以万一你这个需要再注解的，你可以按右键，有没有还有一个标注？按一下，你就可以继续注解。滚轮放大一点，你可以继续滚轮滚轮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继续再做你该做的事情，这样 OK。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它这个有它的优点、哦、有它的优点、哦、所以如果你不要的你可以按右键，但是呢这里稍微留意一下、哦、它两个，一个叫关闭，一个叫销毁。请问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关闭还可以再叫出来？关闭可以啊，你看一下好了，在这边我本来想说要抽人一下啊，因为各位都已经写好那个卖身契啦，啊，赎捐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不一定坐旁边就差一点啦、啊。赎捐你都已，哦，底下吼，请问咱这关闭跟销毁，你感觉有倒位无同款？哎、欸，关闭还可以找到嘛，销毁就没有，那怎么？看差别，我们看一下，你按右键有没有在资料夹中显示？这个有没有一个在资料夹中显示？它预设抓的时候呢，会放在这边哈、哦，在这里。你看，它会帮你存在你的电脑里面，有没有？在，因为我们这是免安装，所以它就放在那个软体的这个资料夹里面，历史记录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刚刚的我这个是用关闭的，所以它是在这边还找得到。好，如果我这个我是用销毁的，我按右键销毁，有没有马上就不见了？那这个因为你关闭了，所以下次开机之后，就你关机之后它真的就把它清掉，也就是说到你关机的时候它才清啊，刚刚销毁是马上就清。如果你有留在这个上面的，就是有停留在上面的，下次开机还会在，这样知道差别在哪里了吧？好、哦、所以没有哦，关闭的话你下次开机就没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这个虽然不能完全取代所谓的便利贴的功能，但是可以做到一部分便利贴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交办事项，比如别的同事可能会用你的电脑，你就留在上面，而且把它放大一点，他进来就一定会看到。这样了解了哈，所以这个小软体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把刚刚剪贴部的内容把它贴出来，你就可以按那个 F3。 F3 有没有？这样我刚刚的又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它还可以用一个地方，就是文字。哎，文字也可以用哦，真的。你看123还记得吗？按右键是复制，我按 F3 有没有贴出来了？所以如果你想，所以因为我们今天那个 Ditto 暂时不能用嘛，老实讲可以用的话管他几个我都没记得。好，那你可以是不是暂时就可以拿出来先留着保留一下，待会还用，如果要用的时候呢你可以按右键，有没有就可以把那个文字再 copy 出来了。这样了解那概念哦，也可以做类似像剪贴簿，文字剪贴簿的概念，当然你把它变图片也是可以。事实上它还有分组的概念啦，比如说你有第一组第二组，但是不用用太多没关系，就用基本的。
好，用基本的，这样有没有比较 OK 一点？给你先试看看哦，好不好？来。